我们今天送嫁妆来米可斯协会，就领养的时候可以给他们的猫咪带回去，还有很大箱的猫砂要让他这边的浪猫使用。这是大箱的，然后我们准备两箱长条的跟一箱破碎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用的频率。它这个里面有两颗肉球，三颗猫球，还有一个是有绳子的。这个是我们韩国来的肉泥，它这个含肉量85%，这个很好吃。好可爱！你的刘海也太可爱了。就想说，七月多少能回中吗？没去，我们去斩刀了。七月就斩刀。回洞我们不敢去，因为我觉得回洞就是回洞是必有预约的，六月在那个玄山。所以那个比较硬的是回洞还是斩刀？斩刀比较硬。可是斩刀握了。